午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来今天喜祥日子来到七七会馆这里，来见证何琳以及跟林燕他们两人幸福的神圣的证婚仪式。紧接着我们证婚仪式也要即将的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有几点小叮咛邀请现场的宾客一同配合。首先第一点，在我们走到椅子的两侧上，有些椅子有摆放了新鲜的玫瑰花瓣，稍等当新人退场的时候，我们再撒下幸福的玫瑰花瓣，进场的时候都请先不撒，都请保留到退场的时候再撒下哦。紧接着第二点，邀请大家将我们的手机调整成震动或是静音模式，让我们的观礼仪式能够更顺利的进行，谢谢。那接下来也邀请大家可以将我们的手机呢稍等也都拿低一点，夜间新人有聘请到这专业的摄入影师要帮他捕捉每一个画面，所以稍等也邀请大家，我们都将中间的走道留给我们的摄入影师，相信新人呢也非常乐意在之后与大家分享今天每一个画面。那接下来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迎接我们新人进场了，那在那之前呢，有几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要介绍给大家认识，而且大家线上热情掌声来欢迎主持人我左手边我们南方主婚人何琳的妈妈，妈妈，我们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南方主婚人，也恭喜我们何琳的爸爸妈妈。同样的，我们也延续掌声来欢迎主持人我右手边我们美丽新娘林燕的爸爸妈妈。我们先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双方的主婚人，对他们我都非常开心，见证着宝贝儿子跟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那介绍完我们双方主婚人之后，今天这个神圣的证婚仪式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要和大家做介绍哦，邀请大家先上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证婚人，来玉芬。玉芬，一凡呢是我们林燕的高中同学，从高中到现在超过15年的好友，以及呢是超多功能的贴心好友，会帮忙呢捡新娘去赴约，甚至帮忙解决新娘吃不完的食物。那我再次介绍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玉芬，谢谢我们玉芬，也邀请她来到我们的证婚台前车定位。紧接着在介绍完我们证婚人之后，也邀请大家将您的目光移动到入口处的底端。紧接着我们的男女主角也要来到现场和大家见面了，也邀请现场宾客我们献上您温暖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新人何琳以及林燕，请进场。满满的祝福以及见证，一步步步入在我们走到的上方，也邀请大家也再次献上温暖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从今天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们即将开启属于他们未来的全新人生，也开启他们人生的下一段旅程。那当然此时此刻也不是只有他们彼此陪伴，更是现场嘉宾满满的掌声以及跟喝彩声声，他们更是在大家的见证下一步步步入来到我们的证婚台前。在这里也邀请我们的证婚人玉芬来为我们新人宣读贺词以及赠词。今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担任林燕和何琳的证婚人，能够见证有情人终成眷属，着实感到无比的荣幸以及欣慰。我跟林燕是高中认识到现在的好朋友，认识林燕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林燕是个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待人更是真诚热情的女孩。认识何琳之后，他们一起经营旧星盒子，一起经营部落客，我们常常一起游山玩水，也常常就是一起同乐、唱歌等活动。而这一路上，何琳总是扮演着瞻前顾后、贴心、耐劳、负责任的角色。人生将进入下一个阶段了，相信你们未来都能互相扶持、照顾彼此。我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像王子与公主一样幸福快乐的过日子。愿你拥有福气，拥有成功的潜力，愿你们保有自信，凡事乐观看待，愿你们不遗余力，慷慨大方，选择善良，愿你永远追寻心中的声音前行，
愿你每天都比今天更美满。未来若遇到情绪不平、充满挑战的路，都能随遇而安。新郎何琳，你愿意娶林燕做你的妻子，让她成为你终身的伴侣，你唯一的真爱吗？我愿意。你愿意承诺，无论顺境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将永远待在她的身边，做她的丈夫，毫无保留的爱她，以她为荣，尊敬她吗？我愿意。你愿意尽你所能供应她的需求，在危难中保护她，在忧伤中安慰她，与她在心灵上与他在身心灵上共同成长，并对他永远忠诚，疼惜他，直到永永远远吗？我愿意。新娘林燕，你愿意嫁给何琳作为你的丈夫，将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你唯一的真爱吗？我愿意。你愿意承诺，无论顺境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将永远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妻子，毫无保留的爱他，以他为荣，尊敬他吗？我愿意。你愿意尽你所能的供应他的需求，在危难中保护他，在忧伤中安慰他，与他在身心灵上共同成长，并对他永远忠诚，疼惜他，直到永永远远吗？我愿意。现在请亲友再次掌声和见证何琳和林燕的幸福时刻。让我们再次延续掌声，也谢谢我们的见证人玉芬带来这么棒的祝福以及跟见证引领。那请玉芬，我们也上前来亲上一个大大的拥抱给林燕吧。从高中时期一路上一直陪伴着林燕，在她的身旁也陪她度过好多好多的时光，更在今天林燕这么重要的时刻也献上这个最棒的祝福。也谢谢我们的证婚人，有请我们证婚人请复位。接下来也邀请林燕以及何琳两个人转身面对着面。那在这也邀请何琳用你的双手缓缓揭开眼前美丽新娘的头纱，并且仔细看着即将和你共度下半辈子的另一半，他即将伴随你的左右，一直跟着你幸福快乐的携手度过下去。那也邀请何琳缓缓为林燕解开头纱，也揭开了属于他们未来美好的全新人生。也邀请大家以献上温暖的掌声来送给他们两人。那在缓缓为我们美丽新娘揭开头纱后，他们想然后在大家的见证下也准备了一段话要来送给对方。那首先我们先将时间交给何琳。邀请大家再给何琳一个掌声好吗？亲爱的老婆，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886个日子，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牵着彼此的手走了5年多，5年的时光飞逝，仿佛昨天的我们还在海湾星空看着火红的夕阳，今天的我们已经在红毯上许给彼此永恒的承诺。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很随性，你爱规划，但我们一样喜欢到处旅游拓展视野。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爱冒险，你爱美食，但我们一样都愿意陪伴彼此，体验彼此喜欢的食物。我们能走到今天跟别人不一样，我想这点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你都知道，但我们一样深爱着彼此，一直牵着彼此的手度过重重难关走到现在。谢谢你在我还是个 nobody 的时候牵起我，
陪我一路从男孩长大到现在，出了社会，有了工作，有了肩膀，带我渡海，踏上离岛，带我翱翔，游览异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因为有你的陪伴，每日每夜都很充实，每分每秒都很精彩。相信今天的婚礼也会很不一样，而过了今天，我们的关系会不一样，我们的责任会不一样。过了几十年，我们的容貌会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会不一样。但唯一永恒不变的是，老婆，我永远爱你。相信这些话也深深刻烙在你的心中。未来我一直将用行动来证明我爱你这三个字，日守护着林燕在他的身旁。那林燕也准备一段话要来回应送给何琳，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林燕。给最亲爱的你，缘分真的很神奇，一开始只是知道名字的学弟，就这样过了整个学生生活，直到出社会后好多年，才因为就大家出游熟识，而现在居然要结婚了，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日子以来，从一开始神经兮兮的我，什么小事都要问，到现在想问偶尔问而已，因为你不爱解释，不爱说出口，紧张的我总不安心，但认识越久就知道你真的很爱很在乎我，只是不喜欢用言语表达。当然听我乱问问题的耐心还是少了点，可以继续加油。谢谢这五年来几乎每天三重内湖跑的你，每次我随口讲的小愿望你都会记得并默默的准备给我惊喜，让我体会没有过的浪漫。每年的生日惊喜、情人节惊喜，当然求婚的惊喜是最感动的。超认真的规划影片，让参与的朋友们都感动落泪，一起分享幸福。我们一起跟着这么多亲朋好友们走到现在，未来我们要牵着彼此的手飞向未知的以后，一起走遍世界，一起分享每一刻，带着最爱的亲人朋友，我相信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只是想起你的样子就会不自觉的微笑，这就是爱吧，并不因为哪个条件，就只因为是你。老公我爱你，一起幸福下去吧。三年未来只是带着人一起幸福大地，一起接受这个未来的美好人生。那他们两人交换属于他们的新婚事业之后，他们两人有准备了象征他们的爱情信物要来为彼此戴上，也邀请我们的小朱莉来为我们新人礼持戒指。首先请邀请何琳先为我们林燕戴上戒指。这个戒指是用贵重金属打造而成的，戒指是圆形的，也象征着是缘分让他们紧紧的围绕相依在一起。那接着也邀请林燕，我们同样也拿起戒指来为我们何琳戴上婚戒。那当然他们手中闪闪发亮的戒指也象征着护身符，守护着他们未来幸福的每一天。那请何琳以及林燕是不是转身面向现场所有宾客，并且秀出手中闪闪发亮的戒指吧。而且大家再次献上热烈掌声，献上最棒的祝福来送给他们哦。还请接着邀请何琳以及林燕两个人再次转身面对着面。再邀请何琳，我们用你的双手搂住眼前美丽老婆的腰际，那林燕甚至上前一小步，用你的双手搭在前方何琳的肩上哦。在这里大家最期待的时刻来临哦，也邀请大家手机跟相机都准备好了。在这组成我们要正式的宣布，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美丽的新娘子喽。邀请大家再次献上热烈掌声来送给他们两人这个最棒最美好甜蜜的时刻，以及这个美丽的画面也要和大家分享哦。那我们摄影师当然要多捕捉一点哦。那里面的呢也邀请何琳以及林燕，我们也再次转身面向我们现场的所有宾客。
那邀请我们两个人呢，共同携手移动脚步，来到我们右手边，我们幸福蛋糕的前方。在刚刚呢，他们分享完这个甜蜜的一吻后，他们也要分享一个甜蜜的回忆及画面，和现场宾客做分享哦。那邀请何琳呢，作为代表拿起桌上的蛋糕糕，以及和我们林彦一起用四只手握着，象征着未来呢，会同心协力度过未来的每一天。也请接下我们双层的奶油蛋糕。来，请大家再次献上热情掌声来送给他们。他们今天准备的蛋糕也会和现场的旅客一同的分享哦，分享他们两个人的甜蜜幸福。甜甜的也邀请林彦一再次移动脚步，携手来到我们舞台的正中央。那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移动脚步来到我左手边何琳的爸爸妈妈面前。爸爸妈妈，今天何琳长大咯，在这里呢，他也准备了一段话，要来谢谢爸爸妈妈都愿意来照顾以及栽培。接下来将时间交给何琳。亲爱的爸爸妈妈，32年了，谢谢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让我衣食无缺，平平安安的成长到现在。现在的我即将跟燕子组成自己的家，请不用替我们担心，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凡事都要依赖你们的小男孩了。现在的我有能力照顾自己，照顾林燕，甚至是未来我们的孩子，所以请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陪我们的孩子长大。谢谢你们，这些年来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三林姐姐，爸爸妈妈都收到了，这些话语都是和您在内心最深处最深最深的感谢，以及对着爸爸妈妈满满的爱。那也邀请何琳，我们上前来将爸爸妈妈给牵起来。那邀请何琳，我们先拥抱右手边的爸爸，我们先抱抱爸爸。谢谢爸爸多年来的照顾以及栽培，为这个家撑起来。那包括我们左手边的妈妈，也谢谢妈妈将何琳生育长大，并且让何琳回到家里都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温暖以及爱。那之后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新成员了，就是我们可爱的林彦。而且林彦，我们上前来抱抱爸爸。今天呢，我们之后也多了一个女儿哦，会和着我们和您呢一起来照顾小孙女们，而且又回上前抱抱妈妈，也谢谢妈妈多年来的照顾。那接下来也要请爸爸妈妈，我们请复位。紧接着再介绍我们南方主婚人，同样你移动脚步来到我们右手边，我们女方主婚人的面前。爸爸妈妈，林彦一进场，爸爸妈妈脸上这个幸福、快乐的样子，都是送给宝贝的女儿这个最大最大的骄傲跟祝福。同样，今天林彦也准备了一段话，来谢谢多年来一直这么照顾他、带他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林彦。最亲爱的爸妈，我爱你们，真的非常爱你们。不管有多少摩擦，彼此都知道是爱着对方的。从小到大，你们的呵护总是让所有人羡慕，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们就像小公主。永远记得小时候跟着爸妈去自强活动，我们走不动的时候，爸爸总是一把抱起我们，姐妹们一起抱也不含泪，见到人总骄傲地称赞我们。学业上，妈妈用心地教会所有功课，使我们成为认真负责的人。到了国中，爸爸一样怕我们辛苦，怕我们累，补习到10点就在车上等到10点载我们回家。就这样从小到上班的现在，只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危。有太多太多回忆说不完，现在我要结婚了，知道你们很不舍，但你们要知道，我永远都是这个家的女儿，
也永远爱你们。谢谢你们的养育，让我把自己活得很漂亮，觉得什么都不缺，拥有满满的爱，所以只要给别人爱就好了。这是你们给我最大的宝藏，让我有善良的心，还有最棒的妹妹。不管如何，我们一家人的心永远都在一起。谢谢爸妈，我爱你们。谢谢爸爸妈妈给我的礼物，给我传达多少倍的爱，特别是让他知道我的家人。相信你们未来也会带着爸爸妈妈的爱延续下去，也一同主持他们未来也充满满满爱的家庭。带着好的礼物，白露行动，带着你对爸爸妈妈的爱感谢，邀请你们让爸爸妈妈牵起我们先抱抱左手边的爸爸。而且我刚刚所说，爸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酷酷，但他内心是最疼爱着宝贝女儿的。那也抱抱我右手边的妈妈。你要说你们的连心，我们连心。在今天，妈妈内心一定有好多好多的感动，自己也开心着。爸爸妈妈，我们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哦。今天我是多了儿子，之后呢多了一个伴侣，会跟着你一起好孝顺照顾你们。那在这里也邀请。我们也上前来一起抱抱爸爸妈妈。爸爸，这个拥抱是承诺的哦，承诺未来何丽一定会好好照顾着、疼爱着里面的。那接下来也邀请爸爸妈妈请复位，紧接着也邀请新人共同携手移动脚步来到我们这个曲正中央。在现场我们上方的主持人以外，等一些人员，我们从左手边看到右手边，今天现场到场的每一位，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家人以及朋友，他们特别提早的莅临，在今天为我们献上最棒的祝福以及见证。那我们新人也要共同携手，献上一个深深的鞠躬来感谢你们。有请我们新人手牵手，谢谢嘉宾，一起躬。好的，谢谢。弟弟，弟弟往前，弟弟往前。好，准备，来，一、二、三。我检查一下，我检查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啊。等一下，再进来一点点，再进来一点点。好，来，准备，来，一、二、三。OK， 可以，谢谢。你先侧边按钮往下拉，然后按正方形。再次，再次，快点，快点，来，一、二、三。OK， 可以，谢谢。谢谢，谢谢。打你。我来看我，看到了，看到了。OK， 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看我，看我，准备，来，一、二、三，开动，来，一、二、三。谢谢，再走，不动啊，看我。OK， 可以，谢谢。我没带衣服啦，不能这样去哎哈。再走。OK， 可以，谢谢。来，等我一下哦。小心掉下去哦。没事没事，哎，我会先把相机丢上岸。好，再走。OK， 可以，谢谢。好。
老师先拿一个给你。谢谢。OK， 可以，谢谢。看我这一台，他比较帅，好不好？好。再招不动。OK， 可以，谢谢。可以，谢谢。